開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今晚嘅蓮花衞視嘅現場直播互動節目《澳門開講》啊！今日嘉賓主持譚志強。嗱，首先多謝琴日打電話嚟嘅觀眾啊，同埋琴日喺互聯網留言嘅朋友。不過可惜今日互聯網就冇乜人留言喎。咁但係咧，我哋今日評論嘅事件咧，應該大家咧都幾關心嘅，尤其是中小企業，就係最近博彩企業大肆挖角，搞到中小企業更難請人嘅。今日請咗幾位嘉賓，第一位咧就係我左手邊嘅，就幸運博彩業職工會嘅總會副理事長戴珍妮戴女士。第二位咧就係而家北區工商聯會副會長凌萬義凌生。第三位咧就時事評論員梁啟賢梁生。嗱咁啦，我哋好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嘅。咁我哋嘅電話喺聯光上面而家見到就2878891192，2878891192。啊，我又好歡迎大家上網嗱留言俾我哋講你個問題嘅。咁我哋仲開通咗澳門微開講嘅微信公眾號碼，就澳門開講 call in Macau。首先今日我哋先睇一睇澳門嘅重點新聞，還我一百秒。活禽禁售期屆滿，在街市不少售賣活禽的檔主都陸續開檔，有7600隻活雞以及1900隻白鴿供應。有遊看街市的雞販表示，銷量比停售前增加三分二，之前已經準備很多入貨。家禽業商會副理事長林連安亦到了批發市場，呼籲同業注意衛生清潔。旅遊局局長在回覆質詢的時候說，禁止非法提供住宿法律生效三年多，截至2月10日，旅遊局聯同跨部門工作小組共進行了838次行動，巡查2027個有可疑的單位，查封458個。而就禁止非法提供住宿法律修改，旅遊局局長文以華認為，在行政查處角度，罰則已經相當嚴厲，但會綜合社會意見並同法律部門研究加重罰則。旅遊危機辦表示，馬來西亞巴州本拿地區發生中國遊客被不明武裝分子掳走事件，中國駐馬來西亞古晉總領事館已經呼籲當地或者計劃前往當地的中國公民要注意人身安全。危機辦已經向旅遊業界了解，本澳目前沒有旅行團前往馬來西亞古晉地區，但以自由行方式前往當地旅遊的本地居民就沒有統計資料，直至目前為止危機辦沒有收到任何的求助個案。好快回到現場了，我們其實還有一條新聞片的，請大家看一下片先。博企的人資攻防戰今年年初已經拉開戰晚，當中賭王紅紅新旗下的澳博控股今年已經宣布加薪 5% 和向月薪17000以下的員工發放 1.75 個月的月薪，其他剩下的員工都會獲發 1.25 個月的月薪。美資企業亦都不甘示弱，美高梅已在今年合共派发了两个月的花红，员工的薪酬平均亦都有 5% 的增幅，而新濠还未公布薪酬调整和花红的水平，但是他们的发言人指出，调幅的幅度具市场的竞争力。吕志和旗下的银河娱乐方面到截稿之前仍未有回复，至于永利澳门就更加大手笔了，除了宣布17年之前每年会额外多派发夏季奖金之外，更加向全体员工赠送1000股，以上个星期五收市价计算，已经有30000多袋袋平安，而且仲未计算未来博彩收入增长带来的股票升值所创造的回报。永利成为第一间向全体员工发放股份的企业，再次赢得掌声。这个消息亦都是港澳地区迅速流传。哇，有股票分喎、相当开心啦！完全好似香港啲大公司上微软咁啊，真系。系啊系啊。咁我想问问啦，戴珍妮小姐，你哋而家博彩行业挖角潮系咪越嚟越高涨？具体方式有边啲先？嗱，如果啲博彩业嘅员工嘅，当然啦，佢做咗咁耐有经验嘅，梗系希望咧自己咧，梗系边间博企好嘅，佢梗系当然走啦，系啊。所以計就亂係啦，冇錯啦，係啊。咁樣所以咧，而家啲博企嗰啲，除咗咧有啲咧嗱，除咗有13個月糧之外啦，仲有俾多個月糧俾佢哋。咁咧就係總共有14個月糧噶啦。咁咧除咗之外咧，仲有派1000嘅，再送多俾佢公司嘅1000嘅股票喎。你諗下係咪啊？呢啲啊真係佢哋1000股咯。
去嗰度哇，啲好緊要嘅，而家銀行$35一股，唔係咯？你諗下30多蚊，你諗下條30多，佢仲要再增值㗎嘛？70多啊，先到銀行70多啦。哇！存咗輪幾個月，存咗30多。係啊，係啊。嗱，咁咧仲有啲博企咧，有啲咧除咗替員工買保險之外咧，佢又同屋企人又買埋喎，係咪啊？呢啲又係想買呢叫眷保啊，叫做叫眷保，係啦，買埋屋企嘅。嗱，咁而家參加裝可培訓人以咩年齡層為主咧？同過有咩有冇區別啊？想問一問。咁樣樣咧，佢嗰個同過往嘅區別咧，我哋咧培訓班咧，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咧，由2003年4月至到咧2012年12月31日為止咧，佢哋由政府資助嘅，我哋由第一期至到第十期咧，嗰、那個歲數咧去到咧28.31歲，平均歲嚇，到到第十一期至到第二十期嘅，佢個平均年歲咧。去到34.36歲，即係多咗好多年紀大。第21期至到31期嘅平均指數去到34.47歲，就係咧呢個咧就係政府資助嗰陣。嗯，好啦，到2012年4月份至到2013年12月31日嘅就持續進修嘅。嗯，做進修嘅計劃咧由第一期至到第九期開始。佢平均歲咧係47.81歲平均歲，到到啦，而家今年2014年啦，佢哋啲自費嘅，自己俾錢嚟學嘅，我哋啱啱開嘅就第一期開咗兩期，一至二期嘅平均歲數咧就由44歲去到44.35歲，咁咧到到目前為止咧已經開咗兩期啦，而家咧繼續咧。都在招生緊第三期嘅，即係而家好明顯嘅，澳門嘅勞動力咧一路就係從變咗後生嘅28歲到30多歲到40多歲添啦，嗯，即係好明顯挖到盡嘅啦，已經係差唔多。都未㗎。你話咧，因為咧，佢哋個個都喺呢個行業咧發展啦，嗯，就希望咧就係嘅，因為嗰啲人工高啊，最緊要佢生活個裝我人數咧。即係個夠唔夠先？想問問啊！13000多起點喎。嗱，而家培訓員個裝可係咪供不應求先？供不應求係啊！我哋咧培訓員啲裝可咧未曾出啊，就已經係俾咗佢哋好多啲博企，有成起碼有成2-3間嚟我呢度咧，個個都嚟面試曬。一讀完畢咗業就一定 OK 入職㗎啦。嗱，仲有第四個問題想問啦。你哋個會咧對開放外勞裝可嘅建議咧持咩看法咧？咁未來博企人資嘅短缺應該點補救咧，或者補足咧？嗱，我哋博彩業職工總會咧一定堅決咧博彩業反對輸入外勞嘅裝可同埋監仗主任一定。但係雖然咧你話呢個現時澳門嘅失業率咧去到1.7%啦，但咧。亦都有一啲人咧，都仲係咧生活緊喺呢個幾千蚊嘅指數。咁佢哋啲裝可咧，佢起點去到13000多嘅。咁所以咧，博彩業咧，我哋博彩業總工會咧舉辦裝可嘅培訓咧，滿期咧都爆滿嘅。嗯，一開就已經爆滿嘅啦。就都曾經試過咧，一出嚟10分鐘唔使就已經係簽約180人爆滿啦，報讀啊。哦。爆滿咗，咁咧到而家亦都有啲市民咧，都唔使等呢個持續進修。今年哦，嗰日持續進修咧係要咧至到呢個今年6月啦，先到開始啊。咁你到7月，你報得名嚟7月，我哋要培訓3個月，所以佢哋咧自己咧寧願唔等你政府自攞銀錢進修，自己嚟俾錢培訓呢3個月。佢讀完我哋呢度咧合格嘅，我哋呢度一定係。推介到入到職嘅，就係咁樣嘅。所以而家佢到而家，佢哋自己俾錢嚟培訓呢啲咧，佢哋咧都係好渴望，就係咁樣。一到一有幾時離開幾時開，而家我哋都仲係陸續都有人嚟報緊嘅。點樣個個月一夠人，我哋就開班，一夠人就開班，就咁樣都唔等啦。嗱，咁啊，博彩業一片好景啦。咁問題問一問翻啦。阿凌生先，凌生可能好愁緒啊。咁你哋北區工商聯會好多中小企嚟喎，邊度揾人翻嚟啊開工先？嗱，我就成日經過北區某一間大廈嘅，佢喺度個轉角位有間鋪成日抌空嘅，佢話咧請唔到員工就停業。係。
呢一個咧就係唔係淨係北區噶，我相信喺澳門啊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因為請唔到人而唔可以延長嗰個營業時間啦，啊，因為請唔到人亦都唔可以喺嗰個假期啊嗰度開工，因為始終澳門法例你係有一個三公三公嗰啲。咁啊，所以咧就聽到我哋聽到個消息，最近就係呢個博企有咁大手筆嘅。咁啊，對於我哋嚟講，哇，直情係真係好似一盆冷水咁樣。喂喂喂，一千股一股當個70蚊啦，七萬人嗰度。係啊。而且以後仲有得升嘅喎。冇錯啊！而且仲有以後有可能五年又拍一次喎。同埋你要落力啲，嗱落力啲，大家都係做老闆，你落力啲嘅時候，啲股價就多啲。差唔多嗱，據我所知，大公司微軟都三年五年就拍一次股。佢只要嗱一每年拍一千股，假設就係每一次拍一千股，你做六年拍兩次，咁你有九有三千股喺手。呢個咪人人做老闆咯。如果仲有嗰千股，如果而家唔係70蚊，到200蚊嘅，咁點先？所以嗱呢一樣嘢咧，對我哋中小企嗰個打擊咧，真係～係冇辦法估計。當初咧就賭權開放嘅時候咧，博企一路開咧，人咧已經一路一路掹走㗎啦，走㗎啦。咁啊，人望高處係，我相信呢個係絕對係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嘅。但係咧，我亦都希望真係有啲政府能夠有啲政策咧，能夠扶持中小企。當然依家政府有好多政策都會係扶持，但係我相信嗰個力度都仲係唔夠。我哋澳門正需要嘅唔係話佢要扶持啲乜嘢，譬如好似現金啊嗰啲，我哋唔係要呢啲，我哋真真正正係需要有人有員工喺公司度係真真正正去做嘢，咁啊令到我哋中小企可以做翻自己，即係喺澳門嘅做生意好點樣都好，但係就唔係話要求佢哋話要撲心撲命或者係一路打工一路打成世都唔係咁樣。希望他們能夠固定啲，唔好話好似我最近都聽到有啲行家講，請一個外勞翻嚟，上晝翻工，下晝落場嗰時已經揾報紙睇啦，已經啊，再上去跳槽。咁如果係咁樣，你話中小企嗰個生存嗰個能力，我相信真係以前都仲話用高薪啦，依家直情係用呢啲高嘅福利去做，咁啊變咗對於我哋嚟講係真係喺好無奈噶，完全就真係被動。所以我哋喺呢度咧，真係我希望。而家你唔識自細烏啦，審都缺啦，知唔知啊？依家我哋基本上你唔好計佢幾多年紀噶啦，直情啊問佢你有手有腳識得喐就已經你可以賣你了。呼吸都得啦，係嘛？係啊，已經係你識得喐、識得正常嘅，你已經可以嚟翻工啦。但係都唔係話個個都願意。就算你話請到啲外勞，其實啲外勞啲條件都好高，因為我知道喺呢個廣東省咧，亦都有超過100萬嘅欠缺個勞動額，都欠咁多。因為而家問題出喺邊度咧？就全中國出現勞役師拐點啊嘛，即係農村嘅剩餘人口已經用曬啦，而家就翻鄉下潮出緊，出緊嚟啦，而家就係啊係啊，我哋上到去見工，譬如我哋請個洗碗嘅。咁啊！我哋啲外勞第一件事，佢唔係問你有冇假期、幾多錢人工，佢第一件事就係我嚟做洗碗嘅，你哋有冇洗碗機啊？咁樣啊，所以變咗咧，我哋一聽咗之後，哇！我哋本地嗰啲真係中小企有幾多可以有呢啲咁嘅條件有埋洗碗機嗰啲？咁你可以開洗碗公司嘅而家我喺大陸上面珠海食飯都全部洗碗公司㗎。那個趨勢，香港都係啊！你而家香港都係洗碗公司㗎啦。個趨勢會係咁樣會做，我相信或者已經有人開始做緊呢一樣嘅工作，開始做緊嘅。絕對不出奇的，因為始終你是一個大批咁樣去做，你請一個人去做，始終都是點講，都係受他哋去控制，所以唔係一個方法。咁啊，睇點醫添，係咪死症先？而家我估，如果我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看咧，即係有冇啲例子咧？最明顯就是拉斯維加斯，雖然不盡相同啊，區情又好，市情都不盡相同，但你見到拉斯維加斯其實是沒有中小企的生存空間的，大部分入到去拉斯維加斯經營的全部都其實是大牌子啊。咁澳門其實嚟家慢慢有呢個趨勢，但係我哋不幸的地方就是拉斯維加斯其實冇人住噶嘛，其實所有喺拉斯維加斯工作的人全部都住在全部旁邊的一些小市鎮度噶嘛，咁啲中小企就碌翻曬去啲小市鎮度做一些真係好民生的一啲商店啊、超級市場啊，
剩翻個拉斯維加斯市中心咧，就全部都仲係啲大牌子啊，啲消費品，甚至乎奢侈品嘅。咁呢個就係拉斯維加斯過往嗰啲嘅發展軌跡啦。咁我哋會唔會步翻去拉斯維加斯嗰種咁嘅軌跡咧？有可能。咁但係我哋而家線上有鄭安庭議員嘅。OK。啊，鄭議員。係你好。係 ，sorry， 我上次放咗個飛機都係，今次俾個機會你講下嘢啦。喂，你覺得咁樣即係你哋而家挖唔挖到人先真係？喂。你哋覺得你而家博彩業真係好難揾到人，會唔會咁咧？而家佢咁樣嘅博彩業咧，佢真係如果話加到人工咧，其實係水漲船高。咁咧，亦係將澳門嘅薪酬水平咧都會推高嘅。咁咧，其實博企嘅員工咧，其實都可以分享到呢個經濟成果，即係經濟收益嘅成果。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亦要惠及咗嗰啲低技術員工嘅。個博企嘅員工咯，咁其實呢個有利，但係有弊嘅話咧，另外咧我哋嘅澳門嘅中小企咧，博企加薪，中小企咧留人就更加難啦。係啊，我大佬間公司啊，一話某賭場開波啊，十個員工走咗四個。係啊，咁佢變咗咧，我哋嘅澳門中小企嘅商户咧，咁啊變咗又更加被邊緣化啦。咁啊，大量呢啲人才咧，俾呢啲博企全部吸引曬，咁我哋人資就變咗太過單一啦。咁其實都唔係咁利於我哋澳門嘅多元化發展嘅。咁有咩方式解決咧？想問一問。這個咧就要真係政府咧，其實政府咧都要主導一下。點樣政府咧需要出手咧，整啲中長期嘅措施啦，要解有啲前瞻性嘅政策啊，解決呢個人資嘅問題。因為喺而家中小企蓬勃，要蓬勃中小企嘅發展咧，咁我哋多元化經濟先決條件啊，首先係人才培養。咁而家啲人才，喂，全部去曬博企。而家連教師走去博企啊！係，我識到好多有啲佢係醫生咯。啊！有啲醫生讀完醫學喺走博企，我覺得係啊，係啊。咁其實政府都係要出啲措施，即係點樣其實平衡翻。而且唔止係中學老師喎，我香港有個老友博士嚟㗎，本來喺香港某大學教下，而家都跳槽嚟澳門喺某都酒店做管理人員咯。係大學都唔教啊，嫌你錢啊，嫌你平啊，真係。在這方面其實澳門政府其實都是要值得深思的這件事，因為大量太過單一流去博企的時候，我們其他澳門的多元化產業又怎樣留到人才和人才呢？就是是啊，在這方面都要聽聽多些的意見，政府都要出多啲措施出嚟，點樣留低人？係好好多謝鄭議員啦。嗱，就翻翻嚟啦，問一問，而家政府其實都搞緊乜人才培養機制，一大堆乜機制喎？咁有冇用先？但啲機制又敵不過即係派股同埋加薪啦嚇，即係變咗好多時真係紙上政策啊。係係。紙上就當然寫得好美好啦，咁但實際上個世界就唔係咁噶啦。咁世界而家講緊爭人，特別係好多行業啦，特別係呢個頭先講到可觀，就規定只可以澳門人做嘅時候，你就會變咗喺個某程度上都扭曲咗嗰個供應啦，咁令到嗰個行業突然之間不合理咁飆高咗個人工啦。又唔能夠扭曲供應嘅，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啲即係唔係經濟學嘅啫，經濟冇講到話唔準管制。係，咁而家管制之下咁就變咗。本地人優先啦。係啦，咁本地人優先之下咧，就令到呢個行業個一枝獨秀啦。咁但係頭先阿鄭議員都講到一個好明白嘅問題，就係中央就歷年都要求我哋咧，就係適度多元化。多元化冇錯。咁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頭咧，我哋咧就不斷咁樣向博彩傾斜。我哋而家適段一元，適度一元化而家係。係啦，咁就其實會唔會又似乎違反咗中央嘅一啲嘅意思咧嚇？咁不嬲會違反開㗎啦，都唔係今日。都算啦嚇。咁同埋另外一個，我哋500年嚟都靠違反中央司法導彈㗎。同埋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都值得深思，就係而家頭先都譬如講到，即係而家嗰個嚟培訓可觀嘅年齡咧，係越拉越高嘅喎。即係而家其實會唔會講得難聽啲？28到34，34到44。係，而家去到40多歲啦，即係你連底個枕都刮埋出嚟去做可觀咧，咁個社會其實會發展成點咧？大家會唔會都係只係即係有到未為輸嘅一個社會咧？有啲似，其實我同你頭先比喻拉斯維加斯有啲錯嘅。我哋睇過曬各個賭城咧，其實澳門而家有啲似大西洋城嗰只玩法。有可能。因為大西洋城係點啊？你走到舊城嗰邊咧，好似個鬼城咁嘅，爛茸茸嘅。
但去到嗰個有賭場嗰邊咧，哇！就五光十色㗎嘛，非常開心。咁呢個有可能嘅，其實即係有啲前例可以參考咧。同埋其實如果我哋就算頭先講拉斯維加斯嘅例子，都唔係好恰當就係、是、拉斯維加斯實際上而家唔係靠賭嘅，即係只不過個招牌叫賭嘅啫。係玩啦、吃喝玩樂啦，同埋係一啲嘅會展啊，世界最頂尖嘅產品咧，全部喺拉斯維加斯度首展噶嘛。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拉斯維加斯好成功轉型嘅地方嚟嘅。仲有睇表演。相反地，頭先我哋講個例子就是大西洋城就係、是、轉型唔到嘅例子啦。係啦，一旦即係嗰個經濟有任何嘅高低起跌，因為先係有一批人已經住咗好耐，後來冇辦法，好似澳門咁，就由於俾鄰近地區爭曬啲生意俾香港，咁於是我哋就從一個原來嘅貿易。就變咗做一個博彩啊嘛，咁原來就依一批人喺度噶嘛，李大師傅係原來嘅大沙漠嚟，乜都冇啊。其實佢根本全國嘅人一齊攏曬落去嘅啫嘛，根本冇人嘅。有胡佛大水壩，咁啊有好多啲工人啦，走嚟要開礦，就起多叫西部小鎮。咁咧西部小鎮你都知啦，睇得西部片多，唔係賭錢就女人噶啦。咁啊慢慢從啲賭錢女人慢慢就正規化啦。就咁啊嘛，即係佢係一個好成功轉型嘅例子嚟嘅。咁但係澳門係咪可以成功轉型咧？似乎又唔係，而家就係越嚟越單邊咯。反正我諗呢啲問題暫時要等下一次傾啦。我哋先去天氣報告先。好啊，翻現場，而家真係恐怖到點咧？就係、是、竟然揸的士又冇，揸巴士又冇，揸校車又冇，全部去曬博彩喎！真係，我聽下李小姐先，李小姐。系，我好耐冇打電話入嚟，好耐冇打電話入嚟。系啊，我都想即係宏觀咁樣睇澳門嘅人資問題啦。其實澳門嘅人資嗱，你發唔發覺好多人成日擘大個口啊點缺人點缺人，但係從來都唔講啊佢俾幾多待遇人哋嘅喎。嗱，我就嗱你成日講新加坡啊，就拿新加坡嚟講啊。新加坡一個白領啊，一個私人企業啊，一般都有5000波子以上嘅，5000波子大概係30000多。成六咯。咁咪係咯，但係冇忘記喎。其實我有朋友喺嗰邊住嘅喎，佢根本嘅基礎嘅生活咧，即係柴米油鹽醬醋茶咧，其實冇澳門咁貴嘅。咁你話啦，如果你一個如果你又嗱，除非你即係黐屋企人住嘅啫嚇，你又要養家。嗱，我有個朋友，做個新加坡仲有好處，有得早安。我講個實例你聽。但其實個物價都好貴。冇澳門咁貴啊！佢銷售税相當厲害嘅。我知道，但係佢人工高啊嘛。嗱，我個朋友佢話咧，佢買一斤凍雞髀啊，喺街市裏邊啊，係大概係折翻呢度啊，係一公斤啊20元就澳門買唔到啊，人民幣啊，即係折翻即係大陸嘅人民幣，因為佢係喺大陸過去讀書㗎嚇。咁咧就平過澳門，澳門而家好貴，你哋唔識去買餸啊，因為我有去買餸，我知㗎，好貴，澳門真係買唔落手。澳門而家餸係貴過香港。真係我澳門買兩蚊5元兩個薯仔，但我大陸咧5元3斤，點買啊大佬？所以即係而家所以嗰啲人成日嗌咧，其實佢要反省下嘅，真係買唔落手啊，好貴。仲有我你聽啊嗱，從來嗱啲會展業，佢講到話點缺人點缺人，我有朋友去做，而家基本上一個起薪點咧，個好基層嗰啲咧，當你中學畢業啦，8000元。咁你點吸引到人去啊？而家啲嘢幾貴啊？咁我好希望話就係話做傳媒喎、啊，缺人嗰啲唔該你講講，你俾幾多錢人工人哋？咁事實上我哋係要生活噶嘛，澳門啲嘢咁貴，仲有啊嗱我有朋友佢係個仔嚟噶，港大讀城規碩士，陰公13000咋喺私人企嗰度嗱咁，另外有另外一朋友又係個仔有商學士學位台大嘅。都是13000是私人企業，咁你話啦，真係啲尊嚴何在咧？佢都要生活噶嘛，佢要養家噶嘛，咁越高學歷，佢都信噶。點解咁高學歷人工咁低噶？反而咪唔使讀書啲咁高人工啊？係咪先啦？咁你如果你相對新加坡，你咁高學歷點會俾咁低人工啊？仲有就係話。我希望佢哋如果講冇人嗰啲咧，唔該同樣公道啲，你講講你俾幾多錢人工人哋，咁人哋都要生活噶嘛，咁我再講句，咁我唔係話即係坐喺度等阿媽養噶，人哋都要生活噶嘛，仲有就話嗰個博企嗰度咧，我真係建議咧，其實真係每年縮0.5% 或者1% 係對澳門好嘅，咁你咪點啊？咁你話你話驚我啊？咁我哋裝我啲人點樣去啊？咁你咪。政府係喺嗰個中高層嗰度某一啲位 cut 曬佢啲外勞咯，唔係全部 cut 一部分，咁你咪可以令到你嘅中低層嗰啲裝個升上去嗰啲高位度咯，咁咪可以向上流動咯。如果你咁樣買商外勞唔掂㗎，
因為而家啲樓，我哋個樓價個租金樓價咧，好大部分咧就係濫輸外勞造成嘅。如果你呢行又輸，唔止外勞，唔止外勞，仲有外地學生，冚仔啊，點解租貴咧？就因為有間科大喺度。係啊，你諗啦，你唔係話擘大口輸入外勞咁簡單喎，你諗下一年大。咁你嗰啲房租啊、屋租啊，繼續咁樣升上去，咁我睇住氹仔4000蚊三房一廳，而家租到15000而家。政府嚟緊咧，唔牽涉到博企合約嘅，一定要佢咧，依啲所有嘅博企咧係。嗱，好多謝你李小姐，我哋好多電話入啊。下一位梁生，林生，林生。係你好，你好，譚博士，三位嘉賓，晚上好。嗱，孫中山先生喺《治國方略》嗰度咧有句説話。叫做咧物昌其流，人盡其才。我嗰個唔係《治國方略》，叫做上個李鴻章書。係咩？哦，唔好意思啊，我丟錯書包，唔好意思，都係孫中山先生寫嘅。咁咧就達爾文咧，當初佢嗰個進化論裏邊咧，佢個最基本嗰、那個得到個靈感咧，就去到呢、這個嗰個哥拉斯群島嗰度咧，發現咧同樣嘅雀鳥。在不同的島嶼，因為不同的食物咧，會衍生不同的嘴嘅個腹部啊，有啲大啲，有啲細啲，有啲尖啲，有長啲，有啲點樣諸如此類。咁先會發覺哦，原來生物會進化，因為不同的食物咁有不同的進化。咁人咧應該不同的行業咧有不同的依歸嘅。但是而家咧，澳門嗰、那個職場嘅生態咧就係、是、我唔理你有呼吸就得噶啦，總之你就去曬賭場嗰度，賭場一個黑洞咁樣無限制咁樣去吸納嗰啲人資。而點解政府明知道呢個問題咁嚴重，而繼續聽任咧，甚至係鼓勵咧？因為你搏命批地，咪等於鼓勵咯？點解咧？好簡單，陰謀論少少，佢要去到臨界點，去臨界點就係要打破外勞輸入，都係不准輸入外勞呢個最後嘅防守線。一旦到大家頂唔順啦，連做嗰啲頂唔順啦，好啦，最後就打破呢個防守線，咁咧就徹底輸入外勞，全澳門都係外勞，咁就真正換血行行動啦。將澳門所有市民咧換去橫琴嗰邊住，然之後咧就將所有外勞咧嚟霸佔澳門所有嘅人民嗰個位置，因為根據呢、这個西方武聖啊嗰個寫個《君王論》，佢講如果假定啊大家一個邊界不變，一個只採取防守，一個只採取進攻，採取防守一定會輸嘅，冇可能會反敗為勝嘅。因為點解你久守必失啊嘛？中國都有句軍法上嘅説話，久守必失啊，係咪先？咁克魯塞維茨呢句説話講得好啱嘅，因為你長期採取守勢，你冇可能贏。而家澳門就係、是、澳門所有各行各業都係採取守勢啊，等到某個點嘅啫，等到某個點啊，當大家頂唔順嘅時候，政府話好啊好啊，輸入外勞啦，頂唔順就哦咁好啦，就所有問題解決曬。政府係刻意有心逐步逐步逐步。同呢啲官商社團勾結去做呢樣嘢。好多謝曬林生，林生好陰謀。係係啊，話要換曬我哋啲人喎。但係橫琴又唔俾我哋過去嗰下幣啦，即係李剛主任早排已經講咗啦，嗰啲地唔係俾你噶，唔諗都唔好諗啊。同時頭先佢又引用錯誤到克魯塞維奇嗰本書叫《戰爭》。係咯，我記得《君王論》應該係馬基維利。馬基維利嗰個係即係呢兩本書喺我書台前面都有，我成日都睇嘅啫。不過我哋而家試任做位，仲有啊林生原來係 ，sorry 啊林生。哎、你有咩意見？有咩要問嗰啲嘉賓嘅咧？其實咧，我想講咧，就係話，呢、這個唔需要呢個討論啲乜嘢嘢。我淨係想知道，討論咗呢個整體城市規劃咧，就可以得出咗好多結論噶啦。嗯。就譬如係啲咩咧？假設啊，你而家話嗰個人手唔夠嘅，而家一個發落去嘅啫嘛。你整體城市規劃咁咪可以？裝好啊，幾多人啊？外勞係幾多人？做啲咩行業？咁你而家又話要一個拖幾個咁樣，索性咁啊！你整體城市規劃咁就好多嘢就可以要讓嘅就讓，要一定係每一個政策都有佢個有人死有人生噶嘛，係咪先？嗱，等一等先，我問啊，梁啟賢，向城市規劃咁萬能先？城市規劃當然可以處理一啲嘢啦，咁但係而家其實更加重要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咁嘅賭業嗰、那個
即係有啲無休止嘅擴張咧，似乎同個城市規劃又冇乜關係。嗱，當然政府可以用一個高壓手段去到誒劃啲唔同嘅地方去做俾唔同嘅產業啦。咁但係呢種咁嘅由政府由上而下咧，似乎係一向喺世界各地嘅經驗都唔係太成功嘅。調翻轉頭咧，而家好似誒好自由市場咁樣，唔係幾成功，係全部都失敗。係啊，大部都係失敗告終嘅。咁同埋而家呢種咁嘅好自由化咁樣誒，而家擴張咧，其實政府當然可以調翻轉頭，可以喺個規劃上面做少少嘢，就令到嗰個博取唔好太擴張得快嘅。咁但係似乎你見到而家澳門政府係冇咁做噶，仲不斷咁樣鼓勵緊啊，直接間接咁鼓勵緊呢個博取業係無休止咁擴張緊嘅。咁但係當然啦，會唔會有一個臨頭先講臨界點也好，但實際上係一個誒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而家我哋嗰個博取業嗰個利潤係已經越攤越薄嘅，已經係應該如果係嗰個好傳統經濟學嚟講，係超越咗個規模經濟嘅啦。即係其實個利潤咧，應該係數年前咧就已經係最高峰嘅啦。而家其實我哋嗰個賺嘅錢係多咗，但其實除翻開每張台嘅錢咧，其實係少咗嘅。咁而家呢種咁情況，除非我哋突然間要再多更加多來自北方嘅遊客，否則嘅話咧，其實每張台嘅利潤係越攤越薄嘅啦。咁啊，林生點解解唔解佢哋嘅疑惑咧？你如果有整體城市規劃咁啊，你咪可以係壓到去咩程度，傾斜去咩程度？咁有一個最高指示線啊，走最低線啊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你嗰度又有人講，呢度有好似早幾日我睇嗰個咩筷子機整個夜市咁樣，一樣有人講，係嘛？你冇整到整體城市規劃，我要犧牲到咩程度，我都未知。我覺得這個其實剛才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澳門政府有必要呢，其實是跟全民有一個討論的，究竟其實我們希望博出去到哪個位置呢，想賺到多少才為之叫夠呢，還是一個自由市場，就是博彩經營商覺得真的都無利可圖，自己去收縮呢，那這個就不知道，就是，但當政府是有一個挺大 的能力的，包括了下年是談賭牌續約的時候，那是不是需要他們承擔更加多的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其他東西呢？不過其實我想個契機就是下年，究竟其實可能澳門政府應該要，就是，可能有更加多的平台讓不同的市民去發聲，究竟其實我們想我們博彩業去到什麼位置，去到一個什麼情況呢，那這個其實應該是市民應該 有權發聲的。那林生你覺得怎樣呢？解唔解決到你個疑惑咧？我覺得啊，你冇整體城市規劃，你始終都係做唔到好多嘢啊，越做越差啦。嗱，咁啊，好多謝你啊，林生，因為我攞電話嘅，我哋仲有冇下一個電話而家？係暫時未有第二個電話，就翻翻嚟講一講喂，即係中小企業咁搞法，即係都幾大劑喎，真係凌生。係啊，係啊，嗱，譬如我舉一個例啦。我哋以一個酒樓嘅主管喺2004年至到2005年咧，佢個人工都係11,000至13,000嘅啫。咁啊，唔錯啦，嗰陣時就係啊係啊，即係一個主管嚟講。我大細佬工程師6,000幾蚊個月。係啊，7,000蚊到嘅啫。啊係啊，去到2006年咧已經加咗成四成嘅啦，已經去到18,000至19,000嘅啦，嗰陣時間即係相差兩年。咁啊，直至到今時今日咧，我諗咧你冇20,000，你都好少都冇乜人嚟。正如好似頭先嗰位，基本上揾唔到人嘅，揾唔到人嘅，因為點解咧？嗱，好似頭先嗰位聽眾打電話上嚟講，就係，是，阿李小姐就話好似佢哋有啲讀碩士啊、讀博士啊，都係攞個10,000蚊。咁啊，如果係我哋依家，譬如我哋唔需要咁高學歷嘅，譬如我哋初中畢業留初中畢業，甚至無普通你識寫個字就已經得啦。咁嗰啲又應該可以俾到幾多咧？咁樣呢啲係咪人才錯配嘅問題咯？即係其實呢啲行業可能不是需要一些高學歷的人的，咁變咗高學歷的人咧，就只係可以喺一啲嘅，可能喺啲商業機構啦。咁但商業機構可能俾到嘅有限錢啦，咁但你又不甘心走去做博企喎，咁我覺得我讀咁多書，難道去派牌咩？咁你又不甘心？香港叫做飛嘢嚟噶，係其實香港都請緊人嘅。而家香港，我同你，我而家成日收到阿吳永輝嘅電話，喂，我都缺土木工程嘅，我都脱會計師嘅，哇！你而家香港直情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因為點解我？有好多人又唔想請內地人嘅喎，因為你英文可能有啲問題啦，廣東話又唔懂啦，生活習慣啦，係啦，仲有大家做事嘅方式又唔似啦咁，所以事實上我同你講，內地生去香港搶啊搶咩？就搶中資企業嗰啲，喺澳門都係搶中資企業嘅啫，搶唔到本地企業㗎。本地企業又唔係歧視佢，因為服務對象唔同啊嘛。係啦，冇錯冇錯。咁啫，所以而家變咗澳門就最慘係點咧？你乜都好，你有兩隻手兩隻腳。唔係弱智，識呼吸啦嚇，最緊要識呼吸啦。識呼吸，咁啊遠，你都話失業率1.7，即係表示比正常失業率係跌到1.3嘅，亦即係你最後能做嘅剩餘勞動力。
都刮到盡，係你而家即係咁嘅失業率，底嗰陣都刮曬出嚟咁滯㗎啦。因為冇可能0%噶嘛，失業率係咪？總有啲人轉緊工㗎嘛。係啊，嗱，而家有梁生在線啦，梁生，喂，你有咩要問我啲嘉賓，或者有咩意見發表啦？我想咧講一講啊，你個博彩嗰度咧，你輸入外勞同埋你政府話事啫，都唔係我哋話事嘅。因為點解講一句咧，就係咧，每一個人有身份證嘅就可以咧，就攞10,000一個月。咁啊講你唔講啊輸入外勞啦，你乜都得噶啦，係咪啊？最緊要澳門一人就係有10,000一個月就 OK 噶啦，你咪輸入啦，冇問題噶。OK， 即係你覺得政府？每個人補貼翻10,000元一個月咧，就任你輸啦。係啊，冇錯啦。呢個意見都相當之有啲創新喎，不過都我唔知啦，真係。因為講你成日都講話咧，又話點咩卡咩啊，總之澳門人最緊要就有工做啫嘛，係咪先啦？咁而家個個都有工做，幾乎係。你想冇工做都難嘅，其實。你又講錯咗，個個有工做喎，你梗係啦，你晚晚都有工做。是不是啊？我沒有啊，我夜晚沒有做的，我現在。我日頭有事做的。很多人都沒有事做的。是不是啊？如果有10,000一個月。那你說過是哪些人沒有事做的？舉些例子出來啊。你看看那麼多水客，如果他有事做，哪有做水客呢？水客，我跟你說，你有沒有調查過了？水客的嬸啊婆，一日頭要煮飯，要湊仔。咁佢就只能夠做水客，點解咧？佢哋兼職水客嚟嘅。其實佢係兼職嘅，佢主職係做主婦。因為你如果唔能夠全做全職嘅話，咁你仔都要翻學噶嘛，你要照顧佢噶嘛，你要煮飯仔噶嘛。係啦。咁你只能夠趁佢翻學嘅時候，就鼠出去珠海，翻翻嚟澳門，鼠出去翻翻嚟，一日就最少走四轉。同埋你啲走幾轉嘅咧，就可以好彈性，甚至乎咧。嗰日翻風落雨啊，阿仔唔舒服可以唔翻工，或者唔做得㗎嘛，所以呢啲咁彈性嘅工作好難話。所以澳門所有嘅失業率其實係主要喺呢啲人身上，但事實上佢哋都唔係失業嘅，佢哋叫半就業或者不充分就業，聽到未？嗱，我自己真係有查過啲走水貨㗎。其實咧，我知道咧，有啲水客咧，佢本身真係有工作做，不過佢係做半日嘅。做完半日之後咧，跟住佢收工咧，佢就順便帶啲嘢，有啲佢住喺珠海嘅，咁啊順便帶啲貨過去。咁啊有啲如果時間早，佢就走多兩轉。其實佢哋日頭都係有嘢做㗎，唔係話冇嘢做，唔係話完全失業嗰啲㗎。有啲咧，佢哋啲絕對唔係嗰種啊，民不聊生啊，水貨為生嗰種噶。佢有時朝頭早同人哋洗車。我哋時間到啦，我哋先睇睇廣告先。好。嗱，咁樣搶人咧，就點樣留住啲人咧？想問下大小姐啫。因為咧，而家啲博企咧，而家個個都出咗咁多嗰啲，正話啲講咗啦，由你買保險啊，又有啲股票啊，俾佢分俾佢哋啊，又有帶頭加薪啊，啲博有啲博企。咁咧，如果俾我建議咧，如果再想佢哋咧一路落去噶嘛，咁咧再俾佢哋啲福利咧，因為咧而家咧啲賭場入邊咧有一啲咧係一啲夫妻啊，啲後生噶嘛，咁咧入去嗰度有啲生咗啲細蚊仔冇人理，最好咧你啲博企咧，如果喺度咧係為翻你自己博企員工咧嚟俾佢開啲托兒所，係啦，24小時。可以俾佢哋咧有個幾多幼稚園係啦，俾佢哋啊，主要搞啲福利俾佢哋，就挽留翻啲員工。咁起碼又少咗批人喺出邊同即係一般嘅市民爭啦。咁因為咧，而家你哋個都知啦，澳門啲樓價哇超貴，哇高企啊，樓價高企係啦，新水中位數啊，哇仲貴過香港啊，係相對香港樓價係貴過香港。咁樣咧，因為咧香港而家跌緊喎，澳門係冇跌過喎，仲要提升啊，咁樣咧，而家你叫啲後生點買樓咧，係咪啊？咁你如果你係為咗啲員工嘅設想話咧，你又可以咧提供啲僱員啲宿舍俾佢哋，係咪啊？俾佢哋咧，或者咧租俾佢哋先，然後再買俾佢哋。啊，做滿咗10年啦，啊你啲員工都幾好噶啦，咁樣咧你咪平啲賣俾佢哋咯。你要半價呢啲係咪啊？買賣俾佢啲半係。嗱咁想問有一碟鄧生在線啦，我先接個電話嚟先，我哋。好啊，鄧生。喂。鄧生，你有啲咩嘢要問我哋啲嘉賓，或者自己要發揮下咧？自己發揮啦。嗱，其實我之前都仲係喺啲賭場入邊做緊嘅。跟住咧，你冇賭場嘅人工係比出面高，但係我哋本身付出個健康啊，同埋身體咧，係比其他行業都係高。係啊。
二手煙你嚇死你啦！最主要問題就是官商勾結，不停咁喺度開賭台，令到人唔夠，跟住就係俾入外勞。而家仲有三個大場未開，一個美高梅啊，一個澳博啊，一個永利啊。啊！你啲政府部門，你十年前幾多人，同埋依家幾多人？個政府效能多咗幾多？包括喺街度啊！依家啲以前九千幾人，而家三萬人。係啦，出曬嚟都冇人去理。係啊。同埋你哋講真，咁多好多人打電話上嚟講，有幾多個係真正喺賭場入邊做緊嘢個感受啊？冇。啲老細就話咩？成日都話報紙話兩萬蚊請唔到人。我喺賭場又做咗六年。六年幾，我都係收緊萬八蚊一個月。嗯，但係我哋個根本已經賭場係壓榨緊啲澳門人去要求輸入外勞嘅。佢叫我哋翻凌晨五點鐘更，我哋要提早個半鐘頭起身去搭車，收完工翻嚟要差一個鐘頭先翻到屋企。根本屋企係飯又唔使煮，仔女又都唔使理啦。你咁可以叫人哋點做呢？我哋個部門今年過咗年，本身我哋有四十幾個人嘅，有十個人辭職要走佬。咁政府有冇理過呢樣嘢？同埋金字頭嘅員工啊，金字頭嘅企業啊，佢仲係容許緊啲員工啲裝可可以放兩日假咧。咁你話點會唔夠人啊？咁我多謝曬你啊，鄧生。我哋而家再有黃生在線嘅，黃生，係早都係係。你有咩問題要問嘉賓或者有咩意見發表啦？我首先講講澳人做最成功最成功咧，就係即係嗰個高樓價政策，即係暗中唔係真嗰、那個假嗰、那個高樓價政策喎。咁、咧，我覺得澳門冇人才咧，澳門有個計劃建議政府咯，即係投資移民啊，澳門最叻啊，置業投資移民。咁啊，如果你有某啲人咧，如果係即係澳門又話冇嘢做，揾唔到錢啊，樓價貴嗰啲，就每人咧俾一兩百萬俾佢哋咧。香港六百五十萬。唔係俾兩百萬佢，叫佢投資移民嚟嚟咗澳門喎，唔係叫佢喎。哦，即係佢調轉佢嚟澳門投資有兩百萬就可以住入澳門，嗯、即係換咯。譬如澳門有個人嗱，我俾兩百萬你投資移民啦，有個面去個面，澳門身份證取消埋佢喎，等佢永遠唔好翻嚟喎，係咪啊？請佢出去啊！係啊，請咗出去咯。咁留下位置咯，咁又俾投資移民。呢叫離境獎勵係咪？係啊，係啊。香港就唔得啦。台灣得唔得？澳門都唔得噶，澳門因為《基本法》規定咗咧、永久居民係唔能夠用任何手段驅逐出境嘅。唔係唔係，即係請佢，即係透過啲誘因，即係俾二百萬佢自己去搞嘢嘛。你可以有個叫《澳人鼓勵投資內地條例》，去得越遠俾得越多，鼓勵佢去。係咪你澳門冇咁多嘢講啊？政府係咪啊？其實政府一回歸都嚟最成功，澳人最成功啊，就係樓價，係咪啊？咁你？啊！你嗰、那個你老實講啊！你嗰啲好多人，你好想做賭場咩？大佬你澳門高樓價、高通、高租金、高乜鬼都高嘅時候，咁你唔做賭場，你都廿幾蚊。係啊，唔通就係賣雲吞麵咩？即係係咪啊？咁你基於頭先講人才，人才唔一定讀本書搞碩士博士人才喎。你叫佢做雲吞麵，佢做唔到喎。叫佢去搬嘢，搬唔到喎。我做到雲吞麵。其實咧。啊！你做到啊？可能你做過啦，係嘛？係啊！你天才咁啊！你天才啦，係嘛？咁啊，其實好多天才，我哋喂，以毛澤東講，勞動人民最聰明，佢做出嚟依係好聰明嘅。你理論上，你就算你譬如你讀職報好到引染好乜嘢，你未做過，你做唔到嘅。你做出嚟係唔得嘅，完全係唔係嗰個回事嚟嘅，係咪啊？咁啊，我覺得我話你好啲啦，我有計劃，我有個建議，咁好唔好？將來你賭場就到期啊，個賭牌啊！你要前瞻性，要夠膽識先，將所有澳門賭場停曬佢，全部搬曬氹仔，澳門就絕對唔開賭。咁咧，你就有個多元嘅環境啦。咁你唔中意賭嘅時候，澳門咯，係咪啊？澳門樓價自動，你樓價跌翻，啲人都可以多元噶嘛，先有時間諗。樓價咁呢個諗法啱喎，我覺得。即係嗱，你而家路氹咁多地，反正金沙搬過去就俾翻笪地金沙，葡京搬去俾一地葡京。而全部炸曬佢，起曬啲咩夜市啊、觀光，即係反正係中小企業有得運嗰啲，嗰啲喺曬澳門。即係其實我個人睇法咧，其實賭場咧投資嘅風險咪高過即係炒地產商。佢又混合一睇㗎，佢賭場嗰啲係搞地產賭場混合一睇嘅。其實賭場投資量真係會好大投資嘅，但地產嗰啲咧佢又畫左畫右畫畫咧，佢就賺。
啊，過十億百億。其實同你講地產嗰班全部官商勾結嘅。係啊，官商即係個麵粉買翻嚟咧，只一毫子；麵包買咗就賣十蚊嗰只。所以係冇得搞嘅。你以前我哋做製衣啊，啲製衣廠為咗留人才啊，都要有托兒所啊，借錢嚟買樓啦。係啊，係咪啊？而製衣廠唔係揾到錢嘅喎，譬如我做製衣，喂老細買唔買樓，驚你走啊嘛，佢覺得我人才啊嘛。係我冇讀過書喎，佢覺得人才，佢借錢我買樓，係咪啊？佢托兒所啦，我幫你點搞，係咪啊？係咁樣，我托人幫你揾啊嘛。好多嘢，黃生呢個創新建議，我因為電話太多啊，我哋仲有陳生在線嘅，陳生。陳生要熄熄個電視啊！你好啊，啊同埋三位嘉賓都好啊，啊咁樣我想講講咧就係、是。而家嘅人資問題咧，都係政府嘅問題啫。政府啊，傾斜曬博彩業，啲人就根本上就去曬博彩業啦，同埋嗰啲啊勞工啊。係。佢批俾博彩業咪容易咯、啊，咁樣你。一批幾千個證據而家。佢。好誇張啊！佢傾斜曬博彩業啊嘛！而家有13萬個外勞，有11萬個證出去啫，仲有萬幾證未批。即係提倡誒話啊咩多元啊，又話博彩業誒過度膨脹。佢一邊講，佢一邊誒傾斜批俾嗰啲博彩業。嗯。咁樣你應該限制博彩業，咁啊啲人就即係誒嗰啲。中小企就傾斜翻中小企咁樣啊，批俾呢啲勞工啊，容易啲啊，咁咪平衡翻咯，係咪啊？你認為係咪啊？我哋 sorry 嘅，我冇咩唔認為嘅，我最緊要聽下大家意見嘅啫。我認為佢啊應該限，即係要管制嗰個博彩業啊，真啊！嗱，咁好多謝你啊，陳生，我哋下面仲有一位陳生嘅，陳生，係，你有咩意見啊，或者有咩嘢要問我哋啲嘉賓嘅咧？係啊，你好，係，咁我而家咧就想講而家澳門嗰個現象啊，係有咩現象？嚇，就覺得咧點解話成日講話冇曬呢啲人才咧？就頭先嗰位先生講有100%嘅冇錯噶啦，因為而家政府嗰度全部就傾向倒業啦。咁就算我係一個啊做藍領又好白領嘅人才，但係每月嘅薪金都唔能夠支付而家嘅樓價，每日嘅開支，我都唔想去啊諗啦，已經我想投入去嗰個保業啦。因為咧我出嗰份糧可以搞掂屋企，搞掂啲仔女讀書。被逼你就算我是一個人才或者某方面，好似之前那位先生可能是建築業人才、布業人才諸如此類，但一個月得個12-13元，那我怎樣做呢？我覺得是不是政府應該就是、幫助一些中小企，即是盡量提高我們、每月的薪金，平衡現在社會的開支。今天我們就算怎樣做都追不到那個通脹。嗯。有冇咩建議啊？你熄一熄個電視好唔好？有好多回聲喎。哦，好好。你繼續講，陳生。係，咁我覺得咧，而家根本問題就係政府方面。嗯。你太過傾向咗嗰個賭業。邊個嚟又話開個賭台啊？呢又話飽和，咁啊轉頭又話開。開多幾多張？咁你話啦，咁而家我哋嗰啲可以選擇到咩咧？咁你即係話呢個唔係經濟問題，係個政治問題嘅咯喎。咁啊，政治問題啦，可能即係我就冇講到咁深啦，即係我係即係以普通市民嘅咁去睇嗰個環境就係、是，我係真係做咗十幾年啦，做專業嘅，做建築業嘅，有公開啊而家，但係嗰個薪金都係15,000。嗯、你話而家點樣追到嗰個通脹啊？你早早買樓冇事咯。嚇、啊！如果早早買樓就唔會打電話嚟啦。咁啊，呢樣嘢真係就係唔知嗰個情形。咁而家嗱，唔好話買樓啦。咁你日常嘅開支啊，乜嘢都貴嘅。揾食都啲艱難啊，真係。係啊，真係揾食好艱難。我想繼續做翻我嗰行噶，但係點啊？哦，嗰度話俾多3,000元你，都要去嗰度噶。平時就禮拜六休晏晝，禮拜日休一日，幾好啊！而家
輪更輪更再輪更。而家一個禮拜六日或七日嘅，而家仲見咗。係啊，但係唔係咁你都啊，即係你起碼喂，我有個收工時間健康啲，或者唔使話日喺個賭場度輪更。係或者一個正常啲家庭生活啦、啊。就好係咪？嗱，我好同情你，點解？因為我上家行，我係上家行長大嘅，本身屋企咧做呢個嘢嘅啫。不過咧就講真嘅啦，而家好唔好 OK 嘅一樣嘢就點咧？你的薪水有一大部分是支付房租，而政府本身又沒有提供公屋或者居屋給你，它是有港紙咯，等咯，有個希望的都就是等咯。那好多謝你陳生。嗱，我哋而家嘅時間太緊就啦，仲有三分鐘，一人一分鐘總結啦，先係大小姐先啦，你有咩做總結啦？即係咧，係而家咧，即係博彩業咧，即係咧，而家咧，佢哋即係咧一路發展落去咧，而家仲要爭人噶，你話咧？去到底谷又不是喎，如果而家咧都仲有好多人都想去投身呢博彩業嘅，啊，因為佢哋咧賺嗰啲錢係高啊，佢收入嘅收入高啊，佢哋咧為咗你改善啲生活環境嘅，佢哋咧都係想入翻博彩業嘅，啊，咁你諗下以前咧，我哋政府資助嗰陣咧，哇，我哋博種培訓嗰度話，哇，積錢在積啊，一日啊就萬四。1400多人嘅一日啊培訓啊，你諗下，你排曬長龍到到而家，我有人去中草大廈翻工噶嘛，日日爭電梯同佢哋，人山人海。我哋中華廣場，你中華廣場添，我仲勁啫。誒，就搬咗屋我都唔知。所以咧，而家咧，佢哋咧都仲有好多人都想入呢個博彩業嘅。嗯。啊，所以點解你咧冇辦法？雖然咧你佢哋話誒係辛苦24小時，但係你唔知都一樣係向往博彩業嘅，冇辦法。嗱，咁我而家阿凌生啦。黎生，你有咩要做總結嘅？其實我真係希望咧，因為喺今日咁嘅環境裏邊咧，咁啊政府真係所做對於幫助中小企真係唔多。咁我真係希望佢哋能夠喺政策上啊，可以扶持啊，我哋可以傾斜少少。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我哋唔想出高人工，而係我基於我哋要求嘅工種唔需要高嘅學歷，亦都唔需要話要好多嘅嗰啲文憑咁嘅所謂。咁啊，但係。一個純粹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勞動一個工作者，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真的在這一方面多一點能夠有一個政策少少傾斜，讓我們真的不用捱真的捱救命咁樣。咁啊，啟賢啦，俾翻30秒你啦，最後做個總結好冇？簡單啲嚟講，就係聽好多聽眾都即係對呢個博彩業嘅未來發展好多意見嘅。咁啊，契機就係明年啦，明年就係佢檢討呢個續牌嘅時候，澳門市民會唔會有多啲嘅平台，多啲嘅唔同嘅場合，或者？政府多啲聽市民意見，究竟博彩應該點發展呢？嗱，好多謝三位嘉賓同今日打電話嚟嘅觀眾。我哋下個禮拜嘅題目咧就係澳門人才應該如何培養。好多多多謝大家睇我哋今日嘅節目。下個禮拜一再見，拜拜。